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丹姐评娱乐。10月3号，谢霆锋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儿子小雨帮忙打扫落叶最新视频，小雨身穿羽绒服在豪宅院子里卖力扫地的近况，引来不少网友的一致好评，都称赞小雨很棒。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这次谢霆锋晒出的视频里不小心暴露家里的豪宅院落，虽然是其中一个小角落，但明显从装修到旁边别着的小树还有大理石的台面来看，这个院落价值不菲。就在前段时间，谢霆锋也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老公林丹下厨做菜的视频，暗戳戳的秀恩爱引来不少热议。如今的林丹也成为了宠妻的新好男人了。早前就曾经报道过，林丹为了家里的豪宅装修造价千万，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甚至还有单独的健身区域。据说家里的院子也为儿子做了单独的游乐场，看起来很豪气了。谢霆锋在社交网站上还晒出过自己带着儿子在旁边有游乐场的院落里散步的视频，可见为了宠儿子，林丹也是煞费苦心，难怪大家看到世界冠军家的豪宅院落也见怪不怪了。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内容，喜欢就加入关注吧，小编每天都更新哦。